安的特映会。在这部剧中，他饰演一个从小就出国的精英式人物。韩剧时隔多年为什么会选择重新回到影视剧领域，张栋梁在现场就给出了答案。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最让我当初很想接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很琢磨在亲情的部分，包括刚刚天晴跟西哥解释他们之间父女的关系，然后还有我自己这边，其实戏剧可能到后面一点才慢慢去拨开承诺这边家庭的一些关系这样子。除了戏中的情感需要把握之外，戏中的不少戏份要在山区拍摄完成。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张栋梁就向影迷们透露，山区戏份的体力完全没有问题，但高度却让张栋梁心里打鼓。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玉山它其实爬的那个算步道嘛，是没有那个栏杆的，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只有两个人这样就是左右这样互穿的刚好的距离，但是大家都健步如飞耶，我觉得往下看其实是悬崖，然后他也是走，陈总走，他就跑跑跑，他就等我一下，而且我其实我脚是在抖的，因为那个高度反而是让我觉得有点害怕。乐福天综合报道。